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三月十二号下午四点零九分，系啦，我系 Rainy， 我哋而家正在为大家播种紧嘅节目叫做《健康大数据》。咁喺电话嗰边有听众朋友好熟悉嘅我哋嘅嘉宾主持赵博士嘅，咁啊，赵博士今日嘅话题咧就同开我嘅啊 Rainy 我嘅职业咧就息息相关嘅，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讲话。MC 啊，節目主持啊 ，DJ 啊，佢哋係食開呢個咩叫開口飯嘅，咁就好似講棟篤笑啊，唱劇啊，唱大戲啊，歌劇演員啊，其實都係咁樣嘅。啊，我哋把聲咧就係我哋嘅運輸工具嚇。咁啊，趙博士今日同我哋探討嘅話題咧，就啱啱好啊，同每個人嘅聲音息息相關。我哋一齊嚟聽聽，有請趙博士。Hello, Rainy。啊，所以我哋每一个人把声咧，跟今时今日因为大数据而用到 AI 啦，你会发觉咧，有冇见过喺新闻度咧？啊，见到特朗普啊，或者甚至啊拜登啊，咁咪有个假嘅拜登、假嘅特朗普咧，系有个人咧后边咧用住佢个样，而把声系佢嘅，咁就整咗出嚟咧，你就会话哇，即系哇，原来声可以模嘅。甚至咧，你有冇聽過一啲廣告啊，或者啲銀行揾你咧？話而家咧啊，你想唔想？你願唔願意攞你個聲嚟做我哋嘅即係密碼嘅方式？你以前買嗰啲電腦，發覺手指毛都可以啊，可以用啦。但係而家可以用埋塊面嘅面具嘅，所以聲音咧係如果佢唔特別嘅咧，都唔可以攞嚟做密碼啦。都唔可以來代替我哋以前入密碼嗰樣嘢咧，就唔可以 open 個 lock 係咪？咁所以咧，聲音咧其實係啲好特別、好特別嘅嘢。但係你知唔知道啊？有80% 咧，如果攞人哋手指模喺個電腦度點樣做咧？就係、是、如果你攞啲膠紙啊，黐咗佢個手指模上咧，跟住咧就可以有80%機會咧。可以咧碰到撞到入到去嗰部電腦裏邊嘅，咁而用聲音咧又係會嘅，即係有機會入到去嘅。總之破到佢啦，同你以前密碼你唔話俾人聽，其實只要你啲數字夠多，又多唔同類型嘅，又大細啊，又加啲有英文字幕，再加啊有啲鬼畫符啊唔同嘅嘢咧，咁啊好難去破到，或者比較多時間佢會嘅，但係短時間內咧就破唔到，即係同聲音好唔同，同埋嗰個手指模唔同。只要有人偷咗你嘅聲音咧，就以後都可以啊代替到你。但係究竟聲音同我哋健康同埋對我身體有咩關係咧？既然咁獨特嘅嘢啦，既然咧有啲人嘅聲音咧，你聽到咧你就好中意嗰個人，或者咧？甚至有啲人嘅聲音，你聽到之後咧，好過人嘅喎，咁你就會好唔中意嗰個人啦。而好似 Rainy 啱啱講話，聲音可唔可以幫到人揾飯食啊？或者俾多啲可以，即係本身大家賺咁多嘅，無端白事咧，你又有兩碗飯，個個都得一羹嘅啫。你有兩碗飯，點解你會兩碗飯？把聲，把聲音好獨特啊，好好聽啊。咁究竟呢樣嘢有幾真咧？好真，但喺醫學上邊咧，用到咩境界咧？原來竟然發現咧，就係我哋啲聲音咧，可以幫我哋定到我哋個病情去到邊度添喎。而家啲研究用加埋 AI 咧，就做緊呢樣嘢啦。啊，譬如有啲咩情形咧，就係原來糖尿病嘅人，你會發覺佢哋嘅聲音咧，當佢嗰個血糖好高嘅時候咧，佢聲音咧啊冇咁強嘅把聲。啊，冇咁舒服嘅把聲，咁就會有影響啦。有啲人咧，佢哋啊歷史上邊咧試過有個好出名嘅，叫 Julie Andrews， 以前唱《Sound of Music》，有冇聽過啊？趙瑞？有呢、這個喺我哋早排應該，好似我記得上一次大選之前咁上下時間，好似仲播過呢、這個。係啦，好犀利啦！呢、這個人咁啊，呢、這個人咧3歲已經唱歌噶啦。
咁啊，趙睿，你都係一樣啦，就係、是、你有把聲就係、是、啊，如果啊唔係特別嘅，都唔會揀你做主持啦。咁所以一把聲音咧好犀利嘅時候，如果濫用啊，或者唔小心用啊，或者要用到佢好極端嘅，即係高高低低啊都要唱得到。咁 Julie Andrews 喺呢個啊 Broadway 裏邊表演咗好多年啦，揾咗唔少錢添，咁啊好多碗飯。咁但有一次咧，佢就遇到一個情形出現咗，就係、是、佢唱歌好唔舒服，唱完之後喉嚨痛，咁就照唱啦，照揾食啦，咁啊，咁去到某個年齡時候咧，就發覺咧啊可以做手術嘅，咁佢就做咗呢個手術，去咗嗰啲叫 polyp 喺上邊，咁、那個醫生就確實就係一定會冇事嘅。呢啲唔係普通醫生啊，普通醫生就係家庭醫生啊嗰啲都係，但係好唔普通嘅醫生就可以做到呢種手術啦。咁佢做咗個手術，點不知佢話冇事，阿 Julie Andrews 就以後都冇得唱歌，一生人到今時今日都唱唔翻，咁就啊連講大聲啲都唔得嘅。咁你會睇到就話，但係佢個聲音仍然都保持翻，你一聽到就係 Julie Andrews， 但係佢只不過唱唔到歌啦。咁呢個咧就製造咗另外一個聲音出嚟啦。我睇下你要唔要佢去廣告，我哋先至繼續講呢個另外一個聲音製造出嚟，搞到佢裏邊嘅 inner voice 變咗。OK， 趙博士，我即係想更加清楚咁瞭解一下先啊。嗯。佢之所以唱唔到歌嘅原因，唔關佢自己嘅聲帶嘅健康嘅問題。而是其他相關的健康問題，是不是？幾樣的，聲帶當然出了問題，但另外感情上面，他失去了一些東西，令到他更加，就是個人都被這件事影響了，這個就是叫做變成了 inner voice， 不只是我們講聲音那麼簡單的東西了。OK，大家都知道，就是聲音其實它就是一種，講到尾就是一種波動來的，它由於受到敲擊啊、震盪啊，由於震動咁引起嘅一啲空氣當中嘅分子粒有節奏咁震動，咁我哋就令到空氣裏面產生一啲疏密嘅變化，咁我哋就聽到聲音啦，係嘛？係一種我記得好似係縱向嘅一種波段嚟嘅，產生呢種波段就會一直可能持續到佢消失為止咧，即係個波段冇咗，咁我哋把聲就消失。咁即係如果係咁樣嘅去理解，我可唔可以咁樣了解？即係而家有一啲無論係 AI 又好，或者係測試儀器都好，佢哋係可以通過呢一種聲波嘅震動幅度，或者係嗰啲波形嘅變化，嚟到推斷出發出呢個聲音嘅人佢嘅健康嘅狀況。冇錯啦，佢可以比較翻你之前，即係未，即係譬如你啲血糖係唔同嘅，低嘅時候，你嘅聲音係點？同你啲血糖高咗，你嘅聲音又係點咧？咁當佢有咗個記錄時候，佢就會睇到就係每一次你啲血糖高，咁就有呢種聲音啦，或者聲音唔同咗啦，咁或者類似翻高血糖嗰時咧，咁佢做一個 matching 時候就睇到咧，就唔使去下下度血糖，因為度血糖咧就要篤手指，篤手指咧就好唔方便噶嘛。咁變咗呢個咧就係 AI 嗰個厲害性啦。就話哇，原來知道咁喎。咁如果你可以聽到啲聲音係點，譬如一個人深呼吸，你無端白事做乜深呼吸啊？或者一個人停咗呼吸，做乜白事？用乜白事就係去停呼吸啊？咁原來有嘅喎。我都試過好多時候，以前後生時候停呼吸咧就考緊試嗰時啦。考嗰陣時咧，就無端端就好緊張啊！即係你好一係就緊張，一係就集中，一係總之咧就係、是、哇乜嘢都唔理，淨係繼續去唞噶啦。咁我學咗呢個少啲去呼吸呢樣嘢咧，就發覺原來戴口罩又好方便嘅，就係、是、我唔使咧，就即係戴下就除啊。咁當然你去做一啲實驗啊。不是只是做手術那陣時戴口罩的，有些實驗譬如你對一些毛菌啊做科研的東西都會需要戴口罩的，因為有些有毒氣的地方，那怎樣之前發覺哇這件事很有用啊，潛水的人也是他懂得學懂閉氣，那你多了接觸用了這個功能，後生的時候你會發覺咦可以影響把聲音的，可以影響到把聲音
啊，我哋慢啲講完嗱，你試下，好簡單啫。你試下，淨係諗下啲唔喐嘅地方嗱，你試下行嚟行去啦。你諗個頸嗱，頸係唔喐噶嘛？你諗個膊頭唔喐噶嘛？你諗個頭唔喐噶嘛？但係你如果你諗只腳咧，你諗你只腳或者你諗係行緊去邊度咧，就係嗰啲喐緊嘅部分咧，你已經講嘢嘅速度已經會唔同咗啦，唔同咗個速度，又會令到人哋有唔同嘅感覺，所以。AI 當它可以度到這個速度而做了一個 matching 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裡面那個變化是類似這樣的跡象呢 連想暴動呢都可以用聲音可以測試到你呼吸的聲音可以測試到的那這些就是 AI 的厲害性咯將來現在已經有這些這樣的matching data 噶啦，但系将来咧再准确啲时候咧就更加厉害。OK， 好，唔该晒赵博士，咁我哋稍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一齐再听听赵博士讲下声音同你嘅健康嘅关系。健康大数据，广告之后见。华美会计拥有32年经验同几千个客户嘅信赖，我哋嘅专业服务一定会令你满意。地址：三藩市华盛顿街739号3楼，电话415-576-9318。华美税务点子帮你填份税表咁简单。Sanangelo 建威橱柜建材全面装修，最新概念设计陈列室，最先进 AI 创意设计橱柜，过百款石英石、花岗石台面，不同款式的瓷砖、地板、浴室设备，超级优惠，专业私人设计，为你轻松打造梦想中的家，住得更舒适。建威地址 ：Sanangelo William Street 2048号，电话510-895-8182，510-895-8182。上星期我去金山陵园殡仪馆参加老王告别仪式，佢哋最识华人风俗，服务周到，环境摆设都系一流。可惜我父母已经买咗另一间嘅殡仪预购服务，唔系我都想喺金山办理啊。冇问题，根据加州法例，你可以转换到任何一间办理，有好多人都转换咗，只要简单签个名授权，金山就可以全部办妥。金山无缘殡仪馆喺 Coma， 电话650-757-5566，757-5566。好消息啊！由美游假期举办嘅土耳其12天旅行团，4月28日出发，包三藩市土耳其来回机票、土耳其机场酒店来回接送，入住土耳其5星级酒店，包括爱琴海度假酒店一晚及洞穴酒店一晚。系啊，好正啊！全程豪华巴士、中文导游、包景点门票、包三餐，其中包括特色烤肉餐、烤羊肉餐、烤鱼大餐、烤羊扒大餐。卡帕特色餐等，哇！畅游伊斯坦布尔、卡帕多奇亚、库萨达斯、帕姆卡莱等多个城市，体验不同风格的城市文化，尽享蓝色土耳其的唯美与神秘。团费包国际机票，全程5星级酒店住宿，三餐景点门票，特价每人只收2899元。美游假期报名电话408-982-7999，或者408-990-3366，仅此一团，报名重操。媒体赞助：星加坡、星岛中文电台、华报、访客中心。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好，4:22翻嚟今日第二节嘅健康大数据，我哋继续听赵博士讲下啊，你自己嘅声音同你嘅健康之间存在住点样嘅一种关系啊？按照正话赵博士所讲咧，其实而家嘅科技已经开始将声音作为一种，就好似我哋啊。平時我哋要去做 body check 啊，我哋會睇下我哋嘅血糖有幾高啦，白血球有幾高啦，紅血球有幾高啦，或者係肝功能啦，要驗下血咁樣啦。咁有可能如果咁樣落去嘅話，豈不是有朝一日我哋做 body check 嗰陣時，連聲音啊，我哋發出嘅聲波，亦都會成為鑑定我哋是否處在一個健康狀態嘅一個標準啊？冇錯啊 ，Rainy。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這5年至10年左右，
就會開始見到一啲咧，譬如可能買多啲面鏡啊，翻嚟啊，或者有啲啊個廁所安裝咗啲樣嘢，咁啊就會話你啲聲音啦，好似有啲唔妥，或者有少少唔妥咧，咁啊你應該去應該上網度打去你嘅醫生度，咁你醫生可能咧就可以咧聽到你呢啲報告咧啊，希望 privacy 係可以等你。平時唔好俾人聽到，但係你揸緊車又好，其他地方會聽到你啲説話啲聲音咧，好似有少少，即係想打人或者想發惡啊咁啊，咁係咪要睇下個心理醫生咧，或者點樣？好多呢啲咁嘅啊 check balance 嘅嘢咧，係將來係會啊會喺啲 product 裏邊嘅。我頭先聽廣告嘅時候都聽到有兩個字嘅 AI 咧。櫥櫃啊，同埋啲雪櫃有 AI， 呢啲只不過啱啱開始啦，嚟緊係陸陸續續咧好多好多 data， 甚至你呼吸得快慢，同你啱啱做完嗰個運動之後，同你做另外一個運動嘅呼吸快慢，其實邊一個係 effective 啲，叫做有多啲效咧，啱你多啲咧。啊，配搭心跳，配搭減壓膽固醇，即係會唔會有啲嘢？其實我哋用咗落去做運動咧，唔應該一二三四咁做，可能係應該個排位應該係四二三一咁樣。咁點啊解到嗰個密碼咧？就係知道啱你嘅身體 ，base on 你啲聲音，你啲嗱呼吸都係一種聲音嚟嘅。咁呢啲咧咁嘅度準確嘅度嘅方法咧，就需要好多 chips 嘅，好多嗰啲。即係儀器去做呢樣嘢咧，咁你睇到啦，就係、是、我由我講咗呢個 AI 冇幾耐，已經叭叭聲好緊要啦。咁啊，咁然後咧就而家仲犀利，但係而家都係啱啱初步開始，真正嘅開始咧都未曾，即係真正嘅跑出嚟嗰樣嘢咧都未曾快到咁。但係我啱啱今日講咧話可以定到個病咧，而家啲醫學院都未教到呢樣嘢，但係好快脆啫嘛。當嗰樣嘢一開始咗用咗，發覺有效，有幾份 paper 已經出咗嚟，就話糖尿病嘅人準確咗，啊，帕金遜病人，啊，老人痴呆又多，即係你一路陸續續見到啲咁嘅嘢出嚟咧，就已經知道，哇，好快啫嘛！你仲記唔記得咧？以前咧未有 deep fake 呢樣嘢，即係未有假嘅特朗普，未有假嘅拜登咧，你本身係好相信啲新聞嘅。直至到咧，差唔多幾年前，你開始見到啲咁嘅嘢，你話都唔知係真定假嘅。個就係個真真假假。當你定唔到，因為做到假嘅做到好真嘅時候，而真做得唔係太好咧，咁你就變咗係發覺，咦？可能太過 perfect 嘅嘢咧係假嘅。我哋開始已經進入咗呢個 AI 嘅情況。咁呢個就係、是、正確嚟。如果計咧，就係2018年嗰時咧已經可以做到呢啲嘢。咁但係而家咧都係2024，好多人都仲係唔係好相信啊！但係越嚟越多啦。咁好啦，我哋要講下呢個另外一樣嘢，就係當你聽唔到嗰啲嘢，當你聽唔到嗰啲嘢咧，你先至可以加埋你聽到嘅嘢咧變做真嘅。嗱，譬如點解而家好多銀行會話，除咗聽到你把聲啊，你首先要俾佢錄低你嘅聲啊，跟住用你嘅聲嚟做 security 啊。當你做咗呢樣嘢啦，佢仲係會做多一樣嘢，就話啊，可唔可以咧買人嚟偷咗你把聲，或者偷咗你嘅指模？咁咧就係、是、可唔可以記入去你嘅手提電話號碼度，叫你即刻撳翻個掣？但唔係淨係記你手提電話，就係、是、你去完嗰陣時個密碼係乜嘢？你話埋俾佢密碼。點解要咁多樣嘢？因為而家 AI 好犀利啊嘛，攞嚟偷咗你啲嘢咧，去代替你咧，好犀利啊嘛。咁防不勝防，系啦，而家好緊要啊！而家啲賊啊，啲賊都識得用 AI 噶嘛，所以變咗你會睇到，哇，咁猛嘅，咁犀利嘅，係真係咁犀利嘅。好啦，咁仲有一樣仲犀利咧，但係啲賊未用到咧，同你講聲咧，就係喺個唔知有冇睇過一套片咧，我就 send 咗俾你嘅，早啲就係、是、啊呢個老朋友啊到。即係睇 inside 嗰套英文戲叫 Inside Out 啦，咁就反轉老朋友，咁就話我哋嘅腦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聲音啊，呢啲咁嘅嘢咧，就係話不有，譬如有個嬲啊，有個愁啊，有個阿樂啊，就係、是、你快樂時候嗰個聲音會大聲啲嘅，嗰啲 character 裏邊會顯出嚟多啲。
咁點解呢樣嘢同聲音有咩關呢？就係當你唔能夠原諒一個人咧，首先咧就話原諒咧，除非你真係未俾人傷害得好重啊，你會講啊原諒好簡單啫嘛，我只要原諒佢。但係如果你俾人哋咧啊，譬如好同你好 close 嘅，但係咧佢做咗啲嘢令到你攞唔到個職位，或者你同佢喺埋一齊好多年嘅。無端白事咧，佢而家人哋唔要你，或者揾咗最好要緊你時候，仲同第二個一齊，你而家叫佢原諒咧就好難啦。哇，點原諒啊？咁嗰個人咧唔肯去原諒咧，其實佢受害對個身體咧，因為佢有個冇聲嘅聲音喺個頭裏邊、喺個腦裏邊、喺心裏邊、喺啲細胞裏邊咧，一路喺度叫做。製造緊一種炎症咧，係度唔到嘅，但係消耗緊你好多資源，亦都阻住你好個身體康復嘅。咁通常有好多呢啲叫做啲人就話好，我都好 stress 啊，或者好緊張啊，或者好擔心啊。因為你諗下，成日擔心啊，人哋嗰個人你好信嘅，會唔會好關心你？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係我哋製造緊一啲。冇聲嘅 soundless 嘅 voice 喺個腦裏邊、喺個頭裏邊，而呢啲你通常聽到呢啲聲音係當你係真係好高壓力啊，譬如塞起個枕頭瞓唔著，諗緊就話啊，聽日升唔升我啊？啊，會唔會揀我咧？啊，唔知聽日做成點咧？唔聽日見工會唔會得到？通你會睇到呢啲咁嘅情形，等大家去認識呢種腦裏邊有個聲音。啊！佢中唔中意我？心跳好後生嘅時候，可能會遇到啲咁嘅，因為對方中唔中意你咧，咁你就搞咗你成晚啦。但係 imagine 想象一下，你唔肯原諒一個人咧，那個聲音嗱，那個人整咗你嗰個人咧，已經佢要再整多你幾下，整你一生一世咧，就係當你唔肯原諒，因為你唔肯原諒咧，佢唔知噶嘛。最好你就唔原諒添，因為咁樣咧就繼續啦。咁所以學識去明白呢一樣，分別到呢樣嘢，用自己聲音啊，好重要嘅。因為咧，對你身體非常之唔好，就係而家啲科技睇到同埋可以度到出嚟，就話如果你唔原諒一個人咧，對你嘅腦同埋對你成個身體係非常之大傷害。係啦，即係有陣時我啊，即係家下啲科學咁昌榮啊，都甚至都講到 AI 啦。但是呢你想想好像回到我們佛教有句說話叫什麼佛說放下OK 好麻煩了趙博士我們稍微去廣告先健康大數據廣告之後見時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島中文電台你現正收聽的是星島中文電台粤语台糖尿病研究的重大突破研究证实初期患者服用 DBA 美国糖尿一号一至两个疗程治疗治本提升胰脏功能从而彻底避免以后终身食药的困扰中度和重度患者可以通过修复受损的胰脏细胞帮助患者避免并发症对眼肾脏心脑血管和皮肤的侵害请即刻致电美西糖尿控制中心订购有特别优惠415-990-4468 有颈肩腰腿痛，揾欧阳老师啦，湾区第一治痛品牌。欧阳老师专睇西医医唔好嘅各类痛症，疗效显著。预约电话650-888-2310，650-888-2310。对 Medicare 联邦保险有疑问，参加 CCHP 免费健康保险研习班，由我哋嘅 Medicare 保险专家解答你嘅疑问。免费报名热线415-869-6812。415-869-6812。喂，搞咩啊？都啱啱教好部收音机，收听星岛中文电台咯，拧嚟拧去都唔清嘅。AM 系咁上下噶，想清晰收听星岛中文电台，梗系买部 WiFi 收音机啦。set 定咗，方便长辈全屋每个角落都可以收听。嗱，我咧就中意用手机 app 听，上星岛中文电台网页听又得 ，YouTube 星电视仲有得睇添啊。系，全方位24小时立体声广播，唔使再忍受时时杂杂嘅单声道，耳仔舒服晒。星岛中文电台新闻报道。查
询 WiFi 收音机，请电650-808-8888 650-808-8888。星岛中文电台，时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加以听觉，精彩满分。交通灯号，专用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34，翻返嚟3月12日第三节嘅健康大数据。我系 Rainy， 喺电话嗰边有听众朋友好熟悉嘅招博士。咁啊，继续咧，我哋就对声音呢个话题咧探讨一下。咁正话赵博士已经讲到啦，上一次咧我又讲话佛说放下啊。咁啊，赵博士已经讲话。譬如話，你對一個人最大嘅一種尊重咧，就係記住佢。但你記住佢啲乜嘢咧？若然你記住佢嗰啲點樣嚟到維和人間，點樣維和你，你成日記住呢啲咧，呢種記住啊，簡直就係自我嘅一種折磨。若果你係記住一個人對你嘅好啊，一個人對你嘅恩惠，佢點樣幫你，點樣愛你，咁呢一種記憶咧，變成一種美好嘅記憶啦，係嘛，趙博士？冇錯啊，即係講到健康咧，當你一諗起咧，原來可以自己繼續記住啲唔好嘅嘢，人哋打咗你尖今日，或者咧無端白事咧就計多咗你，或者點樣，總之嗱佢唔覺意去原諒都冇問題，但係當你發覺原來對方係刻意做咗啲嘢，咁咧就好難擺低，但係你更加要喺嗰個情況度。想自己的健康，因為你那個你如果你影響你的健康而他一直剝削著你，這個是很大很大的阻滯來的。但是就令到我們有沒有一些東西在外面呢，是會令到那個人本身不是這樣的，但是現在變成了這樣，你可能都聽過人那個他以前不是這樣的，他初初喜歡我，對我很好的啊，怎麼知道，跟住然之後你就填落去啦，咁有好多噶。佢點不知一食咗鴉片之後咧，成個人都變曬；一飲開酒之後，成個人都變曬；一去賭錢之後，成個人都變曬。聽過啦，睇戲都睇過啦。咁但係你知唔知道，當佢咧一甩頭髮時候，成個人都變曬啦？你未聽過啦。但係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個 data set 喺出邊，大數據啦，就係喺幾年前咧，有一間好大嘅公司，我喺嗰度出身嘅，嗰度係叫 Merck 間公司。咁 Merck 呢間公司咧，就做咗只藥出嚟咧，嗰只藥叫 Propecia。咁個 Propecia 就專係俾啲人甩頭髮啦。咁同一隻藥咧 ，Finasteride 咧係攞嚟針對男士有呢個前列腺呢個問題啦，即係 prostate 嗰個 enlargement。咁咧就有好多人用咗之後咧。就發覺佢哋有啲情形變咗，咩情形咧？就係性嗰方面減低咗，有頭痛啦，個面腫啦，有啲當然有啲打黐，有啲咩？但係最緊要就係佢唔再中意對方，佢同埋嗰個人一齊，呢個係一個即係當一兩個人係咁，你就話咁啱啫。但係如果係幾千嘅人都係咁樣咧？咁就好值得去睇下咩事咯。咁當你去 psychology 裏面去睇，就淨係可以同個人傾啦。但係 psychiatry 再加上睇埋腦部裏面咧，你就發覺搽緊喺個頭上邊或者口服食緊嗰樣嘢，會搞到咧個腦部有個地方嗰個位叫 hippocampus 咧會萎縮。咁而 hippocampus 攞嚟做乜嘢咧？就係、是、好似玩串老朋友嗰套戲咁啦，就係、是、無端麻少個女仔，而家唔再中意去玩佢玩緊嘅嘢啦，佢唔再中意以前中意嘅嘢啦，
同點同佢溝通都好難溝通得到。哇！原來影響我哋個俗語叫咩？叫性情大變。係啦，係啦，你會諗到真係好怪啊！就係點解會變咗㗎？咁就係呢個叫做 PFS 嗱 ，PMS 你聽過啦，女士有 PMS 就係月經嚟啦。咁咧就佢好猛啊，好咩 ？PFS 係乜鬼嚟嘅咧？就係叫 post 同 PMS 一樣 post， 不過唔係 menopause 啊，唔係 menstrual， 但係 post finasteride syndrome PFS。咁 finasteride 點串咧？就係 finasteride。post finasteride syndrome 咧係緊要到咧係個被告係直情係即係佢。佢仲要賠好多錢，因為呢個情況係證實到，哇！你冇講出嚟喎。咁最弊係乜嘢咧？就係發現咗原來喺做緊研究嗰時已經知道啊，照賣嗰只藥出去出邊嗱，跟住然後繼續叫個 FDA 嗰邊咧，你唔好貼上個 label 度會有啲咁嘅嘢嘅，因為如果你話你食咗或者你查咗多翻啲頭髮，但係你以後唔中意對方咧。分分鐘你另外身邊嗰、那個，你身邊嗰個都唔俾你用啦，有啲咁嘅嘢，咁所以呢個 male pattern hair loss 叫做 androgenic alopecia 呢樣嘢咧，而用嗰只藥咧就有咗呢個咁嘅歷史喺裏邊啊，咁你會睇到就話唔有陣時唔係淨係對方即係有個壞人喺出邊啊，想做壞人嘅，有陣時有啲嘢咧係做咗之後會令到。佢冇咁上心啊，對一件事咁冇咁上心，咁啊話原來上邊有不孤嘅，冇咁上心所謂啫，咁就做咗先算啦，做咗先算，通常係咁樣嚟嘅。咁呢個 hippocampus 個影響擺呢一隻藥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大家去參考下，就係原來咧，除咗佢咧，當然我哋歷史裏邊已經有啦，飲酒啊或者去賭博啊。有時就會變咗冇咗嗰個能力去顧住邊樣嘢重同埋輕，就喺嗰個上癮嗰個情況裏邊，就亦都可以係影響到啊邊個邊一樣嘢係 priority 分唔到輕重。咁所以咧 ，post finasteride syndrome 可以教到我哋就話啊，原來我哋有呢樣嘢。咁而你想你自己健康咧、好翻咧、康復咧、身體好咧，你要。找到個根底，然後去原諒嗰個情況，你話哇，原來佢唔係刻意嘅，佢唔係因為唔中意我，佢本身係中意我，但係會唔會有遇到某啲嘢，令到佢 priority 先後前後去改變咗咧？咁呢個又係會 science 都可能有陣時揾到個根底咧，可以幫到你話啊，其實都係唔關對方事。雖然我哋唔能夠再喺埋一齊，嗱原諒。在一起是兩件事，原諒不是說對方沒有做錯過，或者錯不重要，這個很多時候我們人不肯去原諒，因為原諒了不就是說 他沒有罪，不是的，原諒了都是有罪，有罪就有罪，但原諒是只是對你自己可以平息回放下了件事，就不要繼續搞著自己的身體。是的，剛才趙博士說的那個呢，他服用了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对有些东西又不那么 care， 令到我想起刘德华首歌叫忘情水。是的。服用了什么东西会令到人忘情。那么就这个放下这件事，有件事你只有原谅才是放过自己。听起上来呢，有件事我们觉得咩啊？佢咁样委屈咗我，我仲要原谅佢，唔得，我要记恨佢。但你有冇唔记得记恨嗰个主体咧？系边个记恨，边个难受？唔系话边个俾人记恨，边个难受啊嘛？系嘛？冇错。所以呢个关系一定要先理清楚先啊！系你去恨人哋，你充满憎恨嘅嗰个心同埋思想。是会令到你自己很难受，而不是令到你憎恨那个人难受。所以宽容几时都是辛苦的，但是就会令到你自己尽快脱离苦海。没错没错，这个是
呢個係好重要。咁然後仲有你話啊，如果大麻啊飲酒，連 finasteride 都可以係咁嘅時候，即係 propecia 同埋啊 proscar 啦。咁如果係可以咁樣嘅時候，仲有啲乜嘢啊？即係好多人中意就問，仲有啲乜嘢？咁就好睇時間。但係有啲抑鬱藥可以咁啦，有啲係 muscle relaxant， 即係會令到你啊放鬆，可以係影響你把聲嘅，可以影響你好即係成個。即係如果講聲音咧，可以影響嘅。咁仲有啲咧，有啲係去水嘅藥，又係會影響聲音嘅。咁如果你嗰啲聲音係你個飯碗，或者你聲音係你啲朋友同埋你啲即係你身體裏邊嘅密碼，對於個身體咧，咁萬一你嗰啲 outer voice， 即係你平時講嘢嘅聲音，同你嘅 inner voice， 頭先話有啲藥又會影響埋 inner voice 點諗嘢喎？哇！原來個腦嗰啲朋友裏邊咧，本來佢唔中意，即係你究竟知唔知你諗緊乜？連你自己都唔知道。咁無間道，你講緊講起劉德華，無間道啊點嚟咧？呢樣嘢無間道就係啲細胞咧自己同自己講嘢。之前咧真係好似好聽你話咁噶，你由出世到而家，你話啊手指公喐。佢就聽你講喐，點不知咧？有日咧，你同個手指講喐咧，佢唔係好點喐。你唔知點解咧？揾完物理治療師啊，睇完嗰啲咧，佢都係唔係好喐。總之冇以前咁順攤。你攞啲套咧嚟套入去，我哋萬一喺條腸度有啲細胞咧，應該走噶啦。嗱，佢根本就壞壞地嘅，但佢唔走，佢繼續留喺度咧，仲要搞事先慘喎。佢搞事點樣呢？影響其他細胞做功課啊，影響其他細胞翻學啊、做嘢揾食啊。佢又搞咩咧？搞暴動。咁啊，我哋喺醫學界裏邊咧，就有人會話嗰啲係叫做 tumor， 不過有良性嘅啫。咁然後另外一啲咧就係叫做 tumor， 不過係惡性嘅啫。咁我哋分有惡同埋咩？因為搞事有好多種嘅。咁如果你一諗起好似一套卡通片或者人生裏邊咧。好似小朋友唔聽你話咁樣咧，佢話點解我要聽你話？我已經聽咗你話咁多年噶啦，跟住仲有搞事嗰度，係咯，你唔係聽咗佢話好多年，你又唔見你幾好？你睇下人哋啊，人哋啊，隔離嗰個啊，啲飯香啲啊。你如果係隔離嗰個細胞就好啦，但係你唔係喎，起碼你跟住我做大佬，你有得揾食，有得有啲自由，咁就嚟噶啦，咁就。咁有冇啲植物咧，係可以咧令到嗰啲細胞少啲出現咧？即係搞事嗰啲咧，原來世上咧係有啲咁嘅植物嘅。我哋最後嗰節會講下呢啲咁嘅植物咧，可以幫我哋渡過呢啲難關。好，咁我哋而家就先賣個關子，去廣告。好啊，翻嚟咧，我哋就係聽聽嚇啲咩植物可以幫我哋共渡難關先。送大礼嚟智峰全讯开线就送 Motorola 最新智能手机 6.5 寸超大型幕，内存容量 128G， 仲可以用$99超低价买 iPhone 12。你冇听错，唔使合约 ，iPhone 12只系$99，计划包括无限 5G 高速上网，可以漫游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所有月费已经包括税金，绝对冇杂费。千祈咪执输，快啲打嚟833-789-5678订购啦！最近息口有調整，要申請房屋貸款或者 refinance， 一定要揀個有經驗嘅貸款經紀。萬通貸款 Angie Lam 誠實可靠，多年經驗，事事為客人著想，揾 Angie 傾下啦。電話415-335-8707，415-335-8707。青州二角万重山，乘坐顶级全新豪华游轮，带你到巫山梦回神旅。文景假期特别为星岛读者听众安排嘅纯玩12日长江三合游，并带你进入四川熊猫嘅世界，欣赏川剧变脸，仲会带你重庆网红打卡。后续行程更加精彩，踏足人间仙境九寨沟，感受大自然嘅奇幻，全程特色美食，一日接一日，升级九寨沟酒店内自助大餐，都升级入住洲际五星酒店，不可错过嘅良辰美景。讲咗咁耐，几时出发啊？分别3月18号同4月8号，旧金山出发，仅售2999，包旧金山来回机票，仲可以体验中国高铁速度，价格会随机票浮动上涨。你仲唔嚟搵民警假期报名？415-876-7888，876-7888，876-7888。媒体近在星岛报星岛
中文电台 SSBBIC 华埠访客中心。在劣质资讯充斥网络的世代，我们坚持理性与客观，有你的热心赞助可保证我们的持续运作。欢迎你成为星电视会员，或者请我们饮杯茶 buymecoffee.com/SingTelUSA。只要你成为会员，即可参与每月一次的会员线上聚会，可提出问题与梁总同其他时事评论员一起讨论。赞助$180即可成为会员，送你星岛中文电台新海新装饰及星岛限量版纪念 polo shirt 一件。赞助$100或以上，即可得到一份星岛特别订制的精致实用小礼品。一杯茶，一世情。buymecoffee.com/SingTelUSA。SBB 是属于大家的平台。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49翻返嚟，今日最后一节嘅健康大数据，我哋请赵博士同我哋讲讲边种植物啊可以帮我哋解忧解困咧？最奇怪咧，就係同啲人心有啲關係，所以咧係啊，好得意嘅。就係睇其實一個大家傾偈啦，好睇你點樣入嗰個情況嘅，有好多角度可以去傾偈嘅。咁而咧，如果我哋一諗起人心咧，大家就已經明啦。哇，心梗係好啦。咁啊，因為心係會令你可以控制血壓啦。咁但係點解我哋要控制血壓咧？因為血壓咧，係當我哋好激動啊，或者成一講起嗰個人做咗啲嗰啲唔好嘅嘢，我哋就激動啊。哇！原來食咗心咧，係會改咗嗰個情況有啲嘢。咁但係有啲嘢咧，係心唔好貴啦。咁又有啲嘢咧，比心平好多，但係亦都有啲個成分裏邊咧，就係我教大家煲個湯就係防風草啦。呢個防風草咧。是有这个成分，这个究竟是什么成分来的呢？这么重要啊？原来红萝卜上面那些，我们很多人说不吃得那里，就是哪里是红萝卜不吃得的，金笋上面不吃得那些，就是绿色那些呢，青 BB 生上来那些呢，我们全部丢不吃的。那因为我们丢和不吃，还有因为它比较重量很高，我们就不可以去吃红萝卜。金筍上面那些啦，即係我哋唔可以話啊，聽完阿博士講呢樣嘢，我就攞上面嗰啲綠色嗰啲，因為佢太過猛同太過強，同埋佢有其他嘢裏邊嘅。咁如果你想剝削咗其他嘢，而淨係有嗰啲哇，可以令啲細胞鋸啲啊啊，應唔好搞咁多事啊。而防風草就正正有呢一個成分，但係冇其他嗰啲嗱，心咧。食得多又係個問題，就係話哇，你食得太多心，第時需要食心就冇咁效果啊，亦都個荷包好大影響啊。但係講到防風草又唔貴喎，啊咁然後咧佢又有我哋需要嗰只成分叫做 falcarindiol 或者 falcarinol 呢兩個成分咧 ，falcarinol 同埋 falcarindiol 咧點串咧就係 falcarindiol。falcarindiol， 咁就另外嗰個就 falcarinol，falcarinol， 即係中意睇呢啲嘢嘅朋友啦。咁佢有啲咩功能咧？首先咧，佢對毛菌啊，啲毛菌咧，平時咧，佢會周圍生噶嘛，周圍播噶嘛。當佢夠暖夠濕嘅，啲毛菌就會發噶啦。佢可以令到本身發嘅毛菌咧減低好多。甚至唔發添，即係佢唔繼續去叫做 spore germination phase 可以控制咗佢。話呢個對醫病啊，啊有啲頭病啊、啲頭髮嘅病啊，同毛菌有關啊，都可以受控制嘅。咁你話哇幾緊要呢只成分？咁本身棵植物攞嚟做乜嘢嘅咧？就係做呢樣嘢，正正就係控制等啲毛菌咧冇搞到佢。因為點解啊？紅蘿蔔金筍係生入地下度噶嘛。佢唔識得控制呢樣嘢，你諗下幾多毛菌喺啲泥度啊？又有佢嘅邏輯喎。咁防風草係咩？同紅蘿蔔差唔多一樣嘅，好多人仲搞錯添。因為而家有啲紅蘿蔔係白色嘅，咁啊佢就話：哇，嗰啲係咪咁啊？防風草咧本身咧野生嘅時候咧，
如果俾人植咗啊，養咗出翻嚟，佢就好似紅蘿蔔金筍咁樣啊，一枝嘅。但係如果野生嘅咧，佢就睇落去好似人心啦，就係、是、好似條心咁樣啊，好多個手啊咁樣，或者有兩隻腳啊咁樣生出嚟啦，好似人心咁。呢個就係野生嘅防風草啦。咁但係野生嘅防風草咧，因為佢不受控制咧，佢個上身咧，好似紅蘿蔔嗰啲綠色嗰啲咧，係猛到咧。啲人當佢係即係好大傷害，因為佢好多，所以個 top 就好多。但係受過人養嗰啲咧，個防風草一枝好似紅蘿蔔咁咧，嗰啲咧就有呢個 falcarinol 同埋 falcarindiol 啦。咁呢個嘢有啲咩咁犀利啊？除咗啊，如果你攞嚟度嗰啲，即係避免嗰啲毛菌咧，就係、是、原來佢喺個益生菌世界裏邊咧，佢屬於一個超級益生元，難揾噶。你話點解好多益生元喺啲我哋食嗰啲益生元佢冇包括啲啊？你諗下，防風草已經夠難揾啦。如果你仲要有防風草做製造益生元咧，第一唔係好多人識，亦都唔知嗰個背景係乜嘢。咁仲有喎，佢啲纖維好多，但係佢纖維多得嚟咧，可以幫助你嘅消化。嗱，有啲嘢好多纖維，譬如番薯好多纖維嘅。不過會搞你放屁啫嘛，拖屁啊！但係防風草嗰個幫助咧，佢又唔係咁樣嘅喎。咁仲有啦，佢有呢個抗氧化同埋抗炎症、抗炎抗氧化嘅功能喎。佢可以幫你控制血壓，好似人參咁啦。咁仲有啦，佢自己本身咧可以幫你咧去減低啲平時嗰啲即係啲細胞咧唔再聽話嗰啲咧它會令到聽話啲，所以咧有一扎研究走出嚟就話啲人食咗之後咧，覺得自己好咗好多，即係睇開咗，就好多即係飲碗防風草就煲，但呢個要老火煲，一煲耐啲先走呢啲嘢出嚟噶，即係過超過嗰一個鐘頭啊嘛，煲啲根咧，煲過一個鐘頭咧，就真係好濃味。佢有少少甘甘地，因為佢 falcarindiol 同埋 falcarinol 都係。甘甘地的感覺的，即人心都是有些甘甘地的感覺的。那這個甘甘地的感覺有少少像即是吃些 nuts 的感覺，即是那些味道這樣。那你說啊，這麼厲害的東西喝完之後那個湯呢，特別如果你加南瓜帶出那個感覺，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那有人問過的，為什麼我要加些江瑤柱下去呢？是因為你如果加翻啲海鮮味落去咧，嗰、那個又有海鮮嘅鮮味，再加有少少甘甘地咧，咁先有個底喺度。如果唔係得個甘字咧，咁就唔係咁上心啊！我係好中意呢個海鮮，除非你好抗拒海鮮同埋好抗拒。咁而點解要製造自己嘅江瑤柱咧？因為自己江瑤柱咧帶出嗰個鮮加甘味咧。是只要自己製造才有，你平時在包裝買出別人來做，不知道為什麼呢，它怎麼做的呢？但是呢就做不到那些那麼濃縮的味道，所以自己買大紙回來，然後自己乾起，即是乾了它呢，剩下一些汁可以怎麼做呢？也是令你很開心，當你在喝湯，就是拿它來煮豬扒。哇，你煎豬扒，你放一些貝殼的汁下去呢，就很棒的。OK， 好，唔该晒赵博士。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辛苦晒赵博士，下星期见。下个星期见，拜拜。拜拜。